妙琴突破到第七层了，他天赋上佳，虽然我们不停地给他压制境界，巩固基础，但对他来说还是很容易会突破境界的。比起来另一个家伙，倒是更不让人省心啊！哼，说起他，我就来气。 恭喜师姐出关，啊，你怎么还在炼气四层啊？我天赋差嘛，哈哈。两年，你知道我这两年是怎么过的吗？这么多天才地宝，哪怕是猪都比他修炼的快。消消气，消消气。不行，我先回去了，我怕我看着那小子忍不住想打人。那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嗯，师傅他老人家怎么直接走了？ 谁知道那个老傲娇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管他，师弟，我们去玩吧。可是我还需要修炼。喂，师姐，慢点啊！哎呀，别修炼了，反正你修炼的这么慢，一天两天不修炼也没啥。我带你去好地方。也罢，那就正好散散心吧。我没想到这把前世功法结合修炼的法子，竟然这么慢。 当初娘子到底给我喂了啥，才让我一夜突破的？师弟，你要加速了。啊！喂，你慢点！怕什么？有我呢。嗯？那是什么？那是妖兽尸体。看这咬痕，是一击必杀。这可是我们乌鸦殿的妖兽，什么家伙敢对我们的妖兽动手？就决定是你了，小白。 喵！回一下，看看凶手在哪。喵！师姐，这疾风狼至少也有练气五层的实力，很可能是什么更强大的妖兽。别怕，这可是后山，那些厉害的妖兽早就被爹娘清理了，剩下的我都搞得定。喵！快跟上，小白好像发现了什么，小白变回原形了，小白。 发现什么了？那是这么多妖兽尸体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小心！师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小白，回来，在上面。找死！犯贱！ 这烟有毒，小夫，我不行了。师姐，不能睡啊！师姐，动手！就怕你不来呢。师弟，多亏了你。 师姐小心，不碍事，就是刚才不小心中了蛇毒，我们赶紧回去，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我爹娘。糟了，那家伙没死。扫描这个二维码，看我如何软饭硬吃。